来宾，各位来宾，请你继续用餐，请你继续用餐，但是请你啊，耳光照我一下。永安每一位出席的乡亲，拢是贵宾，总是因为时间的关系，阮只有要将远远对台湾来的人客，报予大家知。立法院副院长王金平，中央研究院院长李婉德，中央研究院院士李定元，立法委员新富雄，清华大学教授李兴昌，台北市医师工会理事长邱浩进，立法委员林炳坤，立法委员林德夫，台湾大学教授林三鼎，高雄医学院教授周调波，台北医学院院长吴俊宏，淡江大学教授徐正峰，立法委员王金珠，中山医学院附设病院副院长陈家玉，台湾大学教授黄永川，县议员黄永聪，台大经济系主任张清溪，卫生署署长张柏雅，高中大学理学院院长朱德山，中国医药学院附设病院院长蔡中海，高雄医学院公共卫生研究所所长甲应钦，台大医学院院长贾朴生，台湾 Schweizer 基金会会长、世纪交响乐团创办人桂维洲，自洛杉矶台北文化经济办事处处长欧阳瑞雄，科学组长陈耀南，文化组长张水金，因为起跑的时阵，阮本来无按算讲要予大家一个一个徛起来，所以我有念较紧，所以我对头骨加头前迄几个去补一下。立法院副院长王金平，中央研究院院长李婉德，中央研究院医师李定元，立法委员新富雄，安尼大概有接条吼，多谢啊！请赶紧去用餐哩，咱即摆哩时间得接倒转来吼，多谢。本来
来，本来按算要到大家用餐拢总结束了，才来开始。总是那安尼，看起来咱也唔可能爱食到半暝啊，所以啊，咱即阵就来开始，啊，请大家用餐尽量较细声啊，咱即阵就来开始。各位来宾晚安，我是杨祖谦，我是陈嘉芬，今天我们真欢喜有这么盛大的台湾文化之夜来为各位服务。南加州台湾人联合基金会过去每一年都有主办台湾文化之夜，今年是第十届，本来就按算要大大来庆祝一下，刚好台湾人艺术协会甲教授协会伫遮要办年会，大家同意要共同来主办即届的台湾文化之夜。听讲三个单位伫筹备的时阵，对真侪细节拢真认真讨论，甲真侪热，啊嘛真激烈。伫遮会当看出来讲，咱实在大家人拢对台湾文化真重视，大家拢想要做台湾文化的先锋。永安，咱的节目非常的精彩。有咱所尊敬的中央研究院李元德院长，甲民进党的名嘴沈富雄医师的主题演讲，咱也有安排洛杉矶地区音乐界的新秀黄美华小姐的女高音独唱。相信今年啊，大家要回去的时阵，拢会感觉到好佳哉有来。大声要请台湾人联合基金会罗英辉会长来致欢迎词。各位乡亲，大家晚安，大家好。我伫遮要来欢迎伫台湾、伫美国各地以及咱洛杉矶所有的乡亲，今仔日恁会当伫遮来共同来庆祝咱台湾人联合基金会伫洛杉矶主办的台湾文化之夜。这个盛会，我感觉真欢喜，啊，特别我要来感谢咱的主讲者李元德院长以及新富雄立法委员，因的光临伫咱这个会，予咱会当搁较盛大，特别伊也是代理人，予咱感觉搁较亲切。再来，我是要感谢教授协会以及医生协会有因的参与，今仔日咱感觉足热闹的。最后，因为我无时间无真济，我袂当一一介绍台湾联合基金会的理事。我欲邀请咱所有全体台湾联合基金会的理事会当站起来，啊！伫遮咱多谢洛杉矶所有的乡亲，这十年来对台湾文化伫真正上、伫恁的贴心上的奉献。我伫遮代表联合基金会一个全体理事会当站起来的，迄个理事的名单伫这个 program 的后边。谢谢大家。过来，咱要请北美洲台湾人医师协会南加州分会会长林英雄医师来致辞。即个大会讲，我只有七分钟尔吼，啊无就要啊比啊就对啊吼。安尼即马时间即马开始吼。各位台湾来贵宾，各位美国的贵宾，啊，搁遮在座有两百几个北美洲台湾人医师协会南加州分会的医生官，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年，这个北美洲台湾人医师协会南加州分会有这个荣幸，会当含这个专力奉献伫台湾文化的这个台湾人联合基金会，交这个伫学术地位上界悬，
的一个百米酒台湾人教师协会来作为主办这边的台湾文化之夜。我代表台湾人艺术协会，感觉十二万那个光荣，啊嘛为着会员，大家感觉真光荣。今年这个大会有啥物特别的意思？我想，我用个人的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恁大家有感觉到无？这三个会名拢有挂台湾人三字，唔是单台湾人尔。俺就是 identify， 俺就是台湾人，台湾人。所以这台湾人。过去安怎啊？海内外台湾人为着这三字，有人付出伊的血，有人付出伊的汗，有的人甚至付出伊的性命。大家来想起过去，但是这三回今仔日来做办的这三个会，就是真明显表示讲，台湾人这三字，就是阮共同。上基本的坚持，这点是无法度和别人来妥协的。有的人讲，另外第二个意义就是讲，有的人讲，台湾人袂当合作，做伙交刷袂做对。阮这边这三个社团，就是要做大家看，台湾人会当做伙做代志。台湾人行到台湾行到这条路途。已经无互相帮忙的这个观念，台湾人无迄个无分的条件，台湾人绝对来做伙斗阵。现就是，俺大家拢知影，世运伫阿德兰达哩引起，结果俺台湾这个国家，既然无法度用俺国家的名义来参加这个世运，就是相当真悲哀的代志。我伫遮。上尾啊，和大家来共同勉励，希望经过大家打拼，希望有一日，咱台湾会拿到这个台湾的名，光光荡荡，走入这个世运的会场。多谢大家。多谢林秘书，在这个世代，大部分的人若听到无款，就退三步。但是真热心，伫民主运动、甲文化活动的林秘书捌讲过，别人要找我捐钱是看会起我，一句话予我印象真深。我常常想讲，大家若拢会当亲像伊安尼，咱台湾人毋知要外富强。下面请南加州台湾人教授协会会长李英伟教授来讲几句话。介绍唔对，我唔是会长吼，我是台北州台湾人教学协会今年年会的节目组的召集人。我先代表本会欢迎台湾来的贵宾，啊，有来代表南加州分会向按美国各地来遮参加年会，诶，阮的教学协会同仁两百几个人，啊，甲因一家人来阮这个南加州。啊，我嘛要甲南加州的侪侪同乡，啊，甲一挂朋友，欢迎恁来参加英阿妹台湾文化节啊！教学协会今年的主题，阮年会的主题是台湾教育建设甲海内外文化交流。今仔日伫个历史啊，伫即间礼堂，阮已经有足侪讨论在讲即个台湾。教育改革方面的代志，啊，明仔载我要阁讲安那推广台湾文化，啊，甲海内外文化的交流，这两个课题。阮这边的年会特别甲今仔日用暗的节目，特别甲台湾，甲这个南加州两个足亲爱台湾文化甲教育的台湾人联合基金会，甲北加州台湾人艺术协会南加州分会。做伙来庆祝台湾文化节啊！这毋也是教学协会
因为甲教师协会今年的主题叫恁阿素培，嘛是即个三个社团伫历史上第一遍的合作，啊，表示阮三个组织对咱台湾文化的关爱。我特别要感谢李万德院长，即边来南加州，伊伫个短短一日外的时间，甲阮斗阵呢，亲像即个物理化学内底触媒啊，也木叫做 catalyst。啊，互阮三个社团会当结合起来。虽然这个结合的过程，这个 chemical reaction 呢，不是讲做恁那简单，但是阮三个社团的耐心甲努力，会当互这个历史性的使命完成。因为这么大的盛会，就是一个成功的见证。我相信伫个在场每一位，伫因暗晚会结束转去以后，恁一生拢会想到因暗即个足宝贵的经验。刷了，我要介绍阮教授协会真正的会长柯仲义教授，柯会长。我首先要代表这个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感谢台湾人联合基金会、台湾人艺术学会，和这个教授协会有这个真好的这个机会，来共同主办这个现代的这个演讲会和音乐会。我同时代表这个教授协会向来参加这个盛会很多来的贵宾和南加州的咱的诸位杰出的先生女士，向您请安。教授协会即摆会当含这两个这个优秀的这个台湾人的社团合办这摆盛会，咱都要来感谢这个教授会南加州分会，这个拢总有五六十位咱的这个南加州分会的这个会员，了足侪时间，了足侪精神来这个筹备，差不多几年的这个筹备的这个成就，教授协会希望要用这个机会，要来这个向这五位这个负责人多谢。这五位是南加州分会的会长，林伯修教授，请林伯修教授来，请林伯修教授来这个节目组的这个召集人，李英伟教授，这个会务组的召集人丁云湘教授，这个公共管理组的召集人王宝田教授，还有一个，这个我台湾话不敢讲，这个Fundraising Committee 的这个召集人江新田，我再一有在讲吼，我 promise， 这个我台湾话我无讲，但讲啊足好诶，我即马一定要登记吼，要去参加这个含这个咱NAPA 即摆做伙开会的这个大部分夏令营。这个后摆大部分夏令营，若果再开，我要去登记，要去做，要去参加这个因的这个会，要去学台湾葫芦会。咱即马就真多谢有这个机会来向这五位这个优秀的咱南加州的这个
这个领袖啊，哪怕的领袖啊，是另外咱这个 local society 的领袖啊，获得一个这个 award certificate 啊 ，to recognize their achievement and their devotion。我再来给因拍无好一个，即摆多谢恁五位，也多谢咱南加州的这个会员啊，咱因的太太，因的这个灌输，多谢恁。多谢。咱这个北美洲的南教小会，当年拢有这个。啊，这个 recognize 这个 NAPA 外口的这个优秀的这个啊人士对这个 NAPA 的，还是对这个 society 的贡献。今年咱这个有较特殊，咱啊要这个利用这个机会要来 recognize 这个咱 NAPA 的 members 对这个 society 有这个贡献，啊，佮对这个咱的这个 NAPA 本身有这个贡献。啊，头一位是。啊，林明豪博士，林明豪博士是，请你啊，坐上来讲。林明豪博士是啊，咱这个目前这个 DC 这个联络处的这个召集人，伊是前任的这个秘书长，啊，因为是去年这个年会这个总召集人，啊，伊对这个咱这个啊。哪怕的这个贡献足大，啊，佮对这个咱全北美洲的这个社团的这个联合的这个活动，包括这个台湾主管联名这个 DC 这个示威的这个啊这个贡献，啊，佮这个今年四月这个咱在这个DC 开这个台湾人社团这个联合。会议，伊是因为咱的这个发起人，也对咱台湾人的社团的贡献，啊，即几年来是会当 typify 咱这个 NAPA 的这个会员，就是讲，啊，对这个社会，对这个 NAPA， 会敢那讲是啊的贡献。我即马上这个奖颁会，多谢，多谢。第二位是这个李拉兰，李拉兰是咱纳帕十二届的这个会长，李拉兰对这个纳帕上届大的贡献，就是讲伊坚持这个咱纳帕这个独立自主，这个陪伴保持咱纳帕清流的这个精神，咱希望。对全世界，对咱这个人类有这个贫血的这个病人，拢有这个贡献。啊，林福军博士同时也是制作这个新富荣立委的一位这个英雄。这个新富荣立委呢，不是讲炸这个林福军这个发明的这个艾维斯沃破译机登去台湾吼，无去由国民党政府迫害吼，我想伊大概无迄个精神，讲要出来做立法委员。林浩峰博士，上尾一位，咱这個、啊，哪怕要来 recognize， 另外一位最优秀的这个 member 是这個林德雄医师哈、啊。林德雄医师是咱
台湾人文化三宝，伊嘛是咱台湾人现代的这个酒为水，咱台湾人的现代的这个热好意思，林，这个林医师。因为时间无够，我无来介绍这个林医师，你嘛请林医师来讲话。OK。中央研究院理事长沈富雄立委，两位优秀的设计师，各位。派来我进来的建祥金，大家好。欢迎您来参加这个有史以来上头的台湾文化节啊！在台湾的史上，除了二八以外，有三日子咱袂使袂记。第一，在1922年10月17日，蒋渭水甲林献堂。在郑秀义中创立台湾文化协会，那是日本时代台湾人上团结的这个日子。不过，1979年12月70日，美丽岛事件，那是正南台湾人上团结的这个日子。今日，1996年8月73日，是海外台湾人上团结的日子。咱知讲蒋渭水讲一句话：同胞是团结。团结真有力，台湾人的宗教执政者李宗辉牧师，我老公，我永远是 ，We success, separate, we fail。我看今仔日因这两位若看到这张片，地下有知绝对非常欢喜。啊，我特别要感谢中央研究院长李万九先生，我去年7月听萧教授的音乐会去甲拜访的时阵。伊马上就答应讲要来参加台湾文化节啊！11月，我阁转伊一摆的时阵，伊话当时接受教授的迄个邀请，尾啊，我予伊拣三个日子：8月73日、8月73日、8月17日。尾啊，已经就即个8月73日这日子，才有今日这盛会。我的本行是小儿科医师，但是在台湾文化上，我会使讲是妇产科医师。因为台湾海外台湾人真多，台湾的 United Fund、南加州台湾的 United Fund 是我开始的，但是第一个台湾的 United Fund 是在芝加哥1980年，一个医生的朋友跟廖世忠教授共同在创办。南加州是1986年再来创办。长期以来，文化界啊，和洛杉矶的这中央带来了精神生活这高调。伊不但是南加州社团内底公认文化水准相关的这个盛会，卖使讲是南加州所有华人内底办的文化活动内底上历史传统、甲文化水准的这会，来参加这会的人，拢会感觉到 proud to be Taiwanese, proud to be Taiwan culture。咱台湾人已经有第一个文化，但是咱的教科书拢无要甲咱讲。最近李应元这个立委，伊有去立法院质询，伊讲在高中课本初一甲高三内底，12本内底介绍147个历史人物，高两个台湾人，这两个啥人？郑成功甲刘铭传。但是咱知讲西方有一个巨富人。理想主义国家，咱东方的台湾，我人是理想主义的国家，李万九先生。在西方有一个 high fit， 咱台湾人，东方的台湾人，我人是林兆亮。在西方有一个伟大作曲家，困难的西贝柳斯，咱台湾人，我人有小太阳教授。所以我最近这边一本《叶世纪代表性人物》，这期的《太平时报》介绍到第12位代表性人物，这位就是在座李万九先生。我要编30几个近百年来各行业台湾上优秀的人才，这样每一个拢有资格入去咱的教科书内底。我希望李万九先生也到台湾来成功的时阵，
这些人啊，已经拢伫咱的教科书内底，包括你家己本人。南加州当然迄个南极区的十年来，上大的成就，就带动了海外台湾人的文化活动，哦，台湾文化推一个国际化的迄个内底。这回是日界会长发表的这个，哎，这结果，第一任会长郭世明先生已经过世了。伊受到陈先生的激励，提100万出来办太平世博。伊对高雄事件的受难者林吉荣，也是李秀莲，拢有甲帮忙。我是做第二任的会长，我一生上骄傲就是我对联合基金会三年会长内底，和萧泰然教授写三条国际水准的马林群制度、平安群制度、甲切尔群制度。再看1992年10月13日，林兆亮已经伫圣地亚哥新闻里。用这条铁甲拍入去国际的这个单，咱知影讲，一摆咱选总统时，中共炮一弹落来，咱台湾人完全真反感。但是5月20日，林兆亮去上海按照萧泰然办的工作度，伊一条拢都按照三条铁，两条中国，一条台湾，结果相受欢迎，这条中国上届当家就是萧泰然办的工作度。伊用飞弹要征服台湾，咱用武力甲征服中国人。在第三任的这会长郭立培先生，伊用企业的精神来support文化的这活动，所以万通银行对所有文化活动真合作。今日咱基金会办的会召集的盛会，第一开始，我那开始办这会展。游子祥先生，伊会使讲是推动台湾人的名家营造这系列，啊，甲真济我的感谢，我这入来关心关心这都是感恩在先生，啊，甲一个已经过身的陈明显，迄个意思，伊伫我心目中的分量是非常的重，伊会使讲是一个圣人，伊对这基金会默默这 support。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是海外单人，杨子清讲海外单人上到做梦就是我。我做讲台湾人在创立公益会，日本啊是另外帮，讲咱在营造名家营造系列，杨子清是另外帮。我1986年，我讲咱海峡两岸创立100年和平条约，结果去年李登辉先生我来跟我做同款的帮，所以今晚要去中国大陆签和平条约。啊，我有时阵，迄个中央研究院前院长胡适两个帮，伊讲，伊若翻一本世界这个名著，看人讲伊是教学教人，啊，因为我听伊这句话，我初中、高中时阵真崇拜伊，所以我要开始创立新条文库，即卖已经翻译300多本，是因为这个名著。第二就是胡适，中国人就叫人写这传记。啊！我即马嘛，当着人就叫人写这传记。在座各位人写传记的时阵，第一个就爱摕来我看者。但是黄石先生，伊个伊朋友蒋梦麟，伊有翻译一本，伊有写一本《史草》，伊家己原来写书就是。但是我伫新条文库时代已经有登50本传记文啊，包括《纪律夫人传》。啊！伫单文库时阵已经出版超过100本。我最后，我这个帮啊，我无都达到。我希望在座各位能够赶快来帮的时阵，尤其是李文杰先生能够赶快来帮，可能这帮多多得钱，什么快来帮？我希望在咱的故乡台湾有一个小型的第一流人文大学，和全世界所有想要创造第一流台湾文化的人，拢我都结合起来，来推行了一条台湾人文主义再生的运动，变成21世纪台湾人创造文化奇迹的时代。我希望台湾人即马是海内外单人。创作比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更重要。文化基础时阵到位啊，那安尼时阵，20世纪，咱才华都变成世界第一国家。多谢各位。今麦请台湾人联合基金会会长赖英惠女士来颁奖给前会长尤子清先生。
乡亲，阮的前会长林铁雄医师讲，伊遐尼侪美梦，啊，佮遮尼侪好话，互我感觉讲我真骄傲做台湾南联合基金会会长。阮的前会长是朱先生，伊就是伊在讲的讲，实现伊的梦，佮迄个台湾民间音乐系列，伫这三四年来中。介绍足侪台湾的作品，佮社教学的作品，我伫遮要来代表台湾联合基金会理事，予伊一个小小的鼓励，希望伊佫继续伫这个理事会活动。多谢，朱先生，多谢。有人甲我通知讲，台湾还佫一位真。重要的人客在咱中间，就是立法委员蔡明宪先生。蔡先生在伫倒位？好的。伫北美洲有一位教授，甲英暗有主办的三个单位，拢真有特别的关系。廖淑宗教授是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的创会会长，也是芝加哥台湾人联合基金会的创设者之一。伊也是男性荷尔蒙甲 prostate 的权威。伊老爸廖继春先生甲李万德院长的老爸李德攀先生，拢是台湾上界出名的第一代的画家。所以咱也真欢喜，会当请到廖淑宗教授来介绍李院长，请大家来欢迎廖教授。我先讲哦，我男性荷尔蒙哦，读四十年哦，但是我有四个查某囡仔。无查甫的啦吼，所以我唔知讲我男性荷尔蒙吼是读无好势，还是讲，我先讲是唔是我生的啦吼。也，这里拄拄啊有提起联合基金会，伫四月开始吼。你若听这林医师咧讲话吼，你个你会当了解讲，阮是搞吼联合基金会讲，较紧都交互恁南加州啦吼。啊，所以我上面我代表这个是搞个联合基金会的原始啊，原始民众啊，来甲你说多些啦吼。也这个你介绍这个李万德先生哈，实在是上好是卖介绍了哈，我想大家拢咧拢知影。啊，今仔日吼，我甲算吼，上少伊互人介绍三遍，啊，每一个拢真彻底讲伊伫对啊，伊做啥吼，拢讲出来。啊，我拄拄啊开迄个恁有一本册吼，内面嘛也搁咧介绍了哈。啊，我惊讲我若介绍，可能介绍袂无同款的吼，可能较歹势啦吼。但是我原来因为恁可能有人也无看到，所以我干呐简单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伊是新德人吼，啊伊是这个新德的初中，毋是做的，是小学吼，啊个中学拢是伫新德。以后伊则去台大化学，化学伫遐摕博士了去哈佛吼。做研究，伫哈佛做研究的物件，就是伊迄、那个以后无话过摕 Nobel Prize 吼、的原因。也伊有来芝加哥吼，啊，这真加载。我听伊讲是伊开始 apply University 芝加哥，芝加哥讲要给伊奖学金吼，可惜伊无来阮遐啦吼。也但是真欢喜讲伊有迄、那个哈佛了了有来芝加哥。啊，有来芝加哥无几年吼，伊个生个正教授，啊，迄个以后转去加州，佫无可能吼，继续教，哦，伊197094年吼，因为转去台湾，为着咧贡献台湾，啊，诶，即个科技佮教育，吼，我爱讲的是吼，你是呢吼，毋是讲
关伫即个实验室的一个研究者，伊吼，伊是真关心即个社会甲政治的问题。伊伫芝加哥大学吼，会当讲含阮遐吼，即个学生吼，拢会当安尼做伙吼。啊，阮底下原来做了真好啦吼，做甲即个迄阵的国民党的领事，领事馆拢无法度管啦吼，伊以后的办事处吼。才可能有处长在这裡，但是他如果是說芝加哥大學他是沒辦法來管，所以我們做得很好，立行的同事說的很大，他國強今天都沒人介紹，他是很愛打這個 softball， 他如果打 softball 他都站，我會記得他都站 first base 或是 pitcher， 大家都愛比伊对对完啦哈，才会赢啦哈。啊，我因为拢比较怕哈，我拢爱做catcher哈。这softball的catcher上好做诶，啊，迄绝对哈，袂信我啦哈。你球甲害咧，完了对方袂当起来哈。也啊，所以吼，这个拍球的代志吼，是你若将来搁要拍吼。可能要请这个李先生哈，我要讲李先生哈，我捌看伊写的物件，甲讲的话哈，伊是讲这个这个学者哈，学者哈，原来对社会有真大责任哦，所以这个原来我就是会当看出讲伊是安那要规个等于台湾要对台湾贡献啊，还一个代志我爱讲的，就是讲哈，我会跟你讲。伊捌讲，讲伫人个生活个内面吼，会妥协个人吼，绝对无可能伊个研究会当做个真彻底，吼，袂当讲追求个追求即个真理，追个真彻底吼。我感觉即个话吼，即个话我就是，咱毋是干啊吼，即个我想伊原来毋是迄意思讲干啊 limited 吼，即个研究个学者，学者呢，我就是一。一般咱社会的人吼，特别是政党吼，我想吼，无论国民党也是反对党吼，我想这点个爱相当吼来考虑，妥协的人是无可能替代的人来做代志啊，所以这点我想是，我想要甲啊，甲互恁甲介绍讲伊的想法安那。过一点啊，我想袂动啊，过一分钟啦哈。即、这个李先生吼，伊上尊敬的人，我是捌听伊咧讲的吼，是 Madame Curie 啊，即个拄拄啊，我原来真尊敬这 Madame Curie 啊。也伊讲 Madame Curie 吼，伊会做诶代志吼，拢会当利用去什么医学方面。啊，伊本身原来替即个波兰吼，波兰即个国家有亲乡土诶想法。我会记得 Madame Curie 去法国的时候，摕一包土，吼，为这个波兰，摕去这个法国，啊，每日拢咧，吼，拢咧想家己的这个故乡，吼，啊，这我想是伊，李先生讲，真尊敬这个 Madame Curie， 吼，我想是这可能会当为，吼，为伊的想，这个代志来想讲伊咧想的，就是伊的态度，吼。所以我真欢喜哦，今仔日会当讲李先生伫遮哦，咱伊咧讲的题目就是讲千控制啊吼，伊对台湾的经验啦吼，啊咱大家拢知影吼，一百控制啊吼，是啊哈尼姆啦啊，哈尼姆啦，那千控制啊吼，我想毋是哈尼姆啊，我想这是亲亲的关系啊，所以要来甲人讲。伊的经验吼，这是对咱实在真大的吼启示啦哈，所以咱来听看伊的讲啥。李先生，各位乡亲，我
首先向廖教授感谢加介绍。我开始演讲以前，先向这个主办演讲的这个台湾文化之亚的南加州台湾人联合基金会、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叫北美洲台湾人艺术协会南加州分会，表示感谢。有这个机会，叫大家做一个，我真欢喜。恁大家拢知影，知影我是一个业家。虽然今日播这个廖教授咧讲起科技的政策的时，科学交技术的时，也是科技的教育的时，有讲起一个所有讲的话，伊讲经济进步是拢靠一个科学研究。其实，咱大家拢知影。不是讲经济进步、社会进步，拢是企业家伫舞台后面点点咧做。我咧做代志就是企业研究，确实伫舞台后面咧做，点点啊咧做。所以我有阵时啊想讲，我是伫后台咧做代志人，啊，我年纪我咧袂小啊。所以今日我讲我是一个后台的老伙仔，啊，恁听后台的老伙仔讲的是无啥新鲜。即马即奥林匹克即篮球的冠军赛 ，Dream Team 在拍，那是我选，我就无必来遮听我演讲，我特别看篮球比赛。啊，不过我要讲的是，小等下大家有音乐旁听，啊，无打紧。听音乐了，有一个伫舞台的头前，在政治界舞台顶头，轰轰烈烈咧做人气人演讲。这个伊家己讲，伊是前台的美人。我知我是后台咧做人气，我知伊前台，不过虽然伊真缘投，不过叫家己是美人，我就说较唔知影。有这个机会听这个前台的美人讲对新台湾的观点，这是大家听，所以大家我也希望留来。我讲回台工作千公尺啊，这个千公尺啊，有人算算来讲，你要无个一千米，你九百几米尔，要无到一千米，阿拉讲一千公尺啊。有人讲这是 Arabian Night， 是等于台湾这番，其实像你信不信？不是，讲确实是安尼是。啊，不过其实我讲先控制啊，不是无原因啦。我等于台湾了，第二看就讲，咱伫台湾，我们的近代力量，我突然促进台湾的进步，这是台湾最近经济进步了，有真多。最近在台湾，在地袂歹，啊！伫即个工商界、企业界，我那真侪优秀人才。另外就是伫海外，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来留学的真侪优秀人拢伫海外。那我不通请一群优秀人回去，为台湾的进步是真有，我当做出真大的贡献。啊！不过你大家拢知影。我叫一个有成就的四十五个人转去，绝对讲，我即马囡仔伫读初中，台湾话也无啥好讲，北京话也无啥好讲，转去台湾要参加联考是考袂着，所以我讲赶紧你转来，你若踮咧美国校，踮咧美国校读几年啊，伊若袂，啊则煞袂以后则送转来美国读书，所以有着这个原因，我就推动讲应该。设立一个杰出人才发展基金会，利用这基金会，请海外优秀的学者登来台湾打拼。啊，另外，我也希望对台湾长期努力工作的人有一挂鼓励。这个设立这个杰出人才发展基金会时，就是应该捐十亿的钱。这若有十亿的钱，一年可能就
6000-7000万的台币，6000-7000万的台币，那平均啊6000-7000万来补助是就台湾就一个100个人受到高利息海外转来。头前我才白日食饭的时，有人讲吼，这个是真好的理想，伊要捐100万，我就真欢喜，讲这样，有人就要捐100万。啊，我嘛算看卖，讲10个，若要超过10个，到底几样才我才通超过10个？我是讲1000人，加1000顿，才10个，啊，若要超过10个，可能就1000几人。就是讲，特别三年是感觉单强食饭，啊，单捐100万，啊，就特别三年就发生捐10个。啊，不过加在这个两年外，大家咧真热心，到即马已经捐7亿外，特别到8亿啦。加今年年底可能到8亿。我希望1000几样的是，我都当就是捐10个。啊，不过我都当得到这个目的了无？我是也不知道，我两年半前登记中央研究院，登记台湾接受这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迄落职务时，我才知影讲台湾对中央研究院真无了解。就是人问讲你咧做啥，讲中央研究院院长，讲是讲医院是，讲毋是，讲政府院，讲毋是，是中央研究院。啊，一个真成功的企业家，人就讲，公营院各个落烟，中医院院他不像落烟的哦。啊，我知讲这个中医院在台湾虽然是一个讲上管的学术机关，啊，最近有意义的代志，不过无像怎样，在座的各位可能我那无像怎样，中医院院到底是什么？其实中医院院两部分。这个是饮食的部分，这里有真多饮食的伫遮。即马饮食拢总180几个人，对不对？对不对？180个。不过，迄内面140几个是住伫美国，啊，有美国国籍的人。所以我登去中央研究院了，希望中央研究院是一个真大的力量，帮助社会进步。不过我知影。那是从40几个到伫台湾，这个利用是无够，所以我特别呐出来，那看到饮食他们遐有遐有，特别特别看讲等等。啊，我希望讲中间就是最近选饮食的时候，我通常选一寡长期伫台湾落来奋斗的人，而且慢慢的进步，啊，不过。就要经过真大努力，才我通讲，伫台湾最研究的中医院院士，我都通超过100人。我想讲超过100人是，可能就一个相当大的力量来促进一寡台湾的文化学术起来研究。中医院另外一部分就是研究所的部分，目前有22个研究所。这是包括这个人文社会科学、交生物科学、交这个数学、交物理科学，拢总二十二个研究所。所以，所以研究所有做了真好，有是得过真拍拼。我登记中研究的时，得过成功好，从第二礼拜开始，每办个所交这个研究员做同，所以第二礼拜。我就去生物医学研究所，我才坐落来，一个少年囡仔就随举手，讲院长，你今仔日是坐车来还是行路来？我讲我是行路来，讲你安怎来问这个？伊甲看讲，你来做院长的，我要来等死的。不过就是讲这個、台湾的文化。是，我着有改进的所在，因为我拄只教，我即马两年半前才57岁的啦。啊，我着笑笑咧甲讲讲，我伫中间因为若有死，可能是有车撞死啊。你大概塞车遐凶，我毋是，
有些要来等死，啊，不过第二礼拜我就知讲，我是已经转来伫台湾咯。这个实感是真大，对，这就是咱台湾，咱台湾的现状。我无怪，我无怪，无怪跟你讲这个话，因为这几十年台湾的社会，好真侪人对顶头的人，还是对老岁仔无啥信赖。所以我才讲，伫当年去，我就真拍拼，可能一年后、两年后，希望无人用这个目睭看我老公是你要来等死的。其实我老实讲，我以来无论如何，我拿一支雨伞，行去餐厅食饭，我有看袂坐车。啊，简单拢是安尼，第一来就是行，袂要坐车的代志。不过我的工作话就是讲。即马台湾的是真侪少年囡仔进步嘛，有真侪人虾米改进，啊，毋过看到一个变化交改进的中间，但系佮讲得真孤单，佮咱顶头的人无人同情因，无人了解因的即个困境，啊，毋过咱知影，知影台湾成为民主的社会以后，做少年囡仔。要按照好好培养，分用较积极的代志，看咱的社会，这是真要紧的代志。我伫台湾，连发觉到两项代志，我真困扰。这是沟通，这是空间培养。我从研究院去上来，特别是下班的时候，拢得点外真久。啊，常常因为有应酬。伫个杰出人才即发展基金会100万支行，行出去就是点外钟久，回来嘛正点钟久。啊，你来，逐摆伫要出去啥时，缀伫伫别台车后边，啊，就输即个真歹空气。我逐摆伫咧想讲，逐日今仔日输即个即遐尼垃圾的空气，啊，毋知到底活了偌久。所以即个对即个空气影响。交不同这交交通关系，我变作是真敏感。最近常咧想讲，台北空气若要创好，创好清气咧，应该安怎？真侪地方有问题，交通应该踮遮讲有滴好问题啊。台湾即嘛2200万人口的内面，有1000万台的迄落机车，特别是台北市内，你看这个。汽车事故造6%以上的这个无用是拢用是汽车来，所以我即马用真侪时间来促进这个电动机车的代志。即政府若有批咧，5年后、10年后呐，拢总嘛做电动机车是台北的这个空气无用会占就10%。即个当然是叫电池的研究，叫 fuel cell 做研究相关的，即条我研究话是有小块有关的。啊，毋过。大家知影，即交通的阻塞，我来引起即个新的文化。即新的文化是啥？即嘛台北市，大家早起上街爱听，即个是台北精英的即个赛车族的即个节目。就是大家上班的时候，车的，啊就慢慢去，无闲有拢听即个赛车族的节目。我听到讲即个赛车族，即节目是。大家上爱听，顶礼拜我交伊讲一寡教育改革的代志。大家等车要上班的时候，互伊了解一寡教育改革的代志，我也是袂歹。所以用点外钟过时间，踮咧录音，交我讲这教育改革的代志。啊，不过我朋友讲，这台北市市长淡水变啊，啊变啊，这交通啊变真好时哦，这个赛车主角无去。而且我都通听我的这个教育改革的代志，这个是有影看。歹代志，啊！不过台湾是有咧进步，我上头讲起为中央研究院早教起来，伫咱伫台湾真久。不过最近这个北二高为这个六扎甲十字这条路拍通了后，为中央研究院甲台湾大学，像12分钟就到，真紧就到。所以我現在是不是在台灣大學，所以常常去看我是不是很方便。不過回來是為新海湖回來，
要落去南港，十点以后一个三组区的迄个路会开，啊，不过这是垃圾车接我翻落去。我就常常讲，到南港最中央研究院长可能就唔搭一台垃圾车，十点以后垃圾车就塞落去。我头摆来要跌落去，讲袂塞袂塞，你唔是垃圾，你袂塞落去。所以这是咱要真打拼，大家都真打拼所在，就是讲，刚刚看到经济发展，有当时也为着方便，上次去垃圾车也塞入去，工人就不塞入去，就是嘛，经过台北市交这个交通部过来，都过来讨论。啊，其实我登去台湾，感觉台湾是真有人情味的所在，交台湾无相款，交美国无相款，就是讲人交人的关系，特别是农村，真有人情味。不过，可能是因为这是台湾为农业社会进入去工业社会的这个过程，真侪农业社会的门留下来也无认得。比如讲，在农业社会，咱常常用米换米，就南部人用米换米。啊，后摆是伊要是工业社工业发展了，变成等于工业社会啊，这个钱。货币出来了，而且货币最代替这个物交换的代志。因为台湾是进入人情币所在，所以当时你看医生，破病看医生，医生若好甲你看病，你就送礼物给医生表示感谢，还是当时送红包表示感谢，这应该是无什么唔对的代志。有当时较好个人，讲伊妈妈破病要去病，医生就甲开刀，就嘛好先甲说下，也是先送一个红包出去。这个可能是无啥好，因为送红包去，还送礼物去，医生甲你特别照顾，这个医生可能就袂照顾别个医生，别个患者。所以这个有人情味，唔过对人的感谢、事情的感谢、交事后的感谢，我相信无相款。啊，不过，咱个社会，台湾个社会，但即个代志分袂清楚。而且普通，咱来讲选举时，台北咧讲贿选买票，其实你即摆问看咩？国民党有买票无？伊在咧讲无买票。民进党有买票无？人讲无买票。啊，不过伊讲发交通费，发便当费。咱来讲，你安怎发交通费？交便当费就讲，恁公务员。选举时放假，啊，就免做，啊，薪水也袂减，啊，伫农村做穑人，那选举无做穑，啊，就减摊分就超侪钱，做工上饭，所以你若无机会，你就袂去选，所以就一个交通费可以，便当费可以。啊，你讲以前话，你即马讲讲哪里？以前就做惯事，即马也无可以，伊就是讲你无个照顾。所以我常常讲，这台湾有人情的所在，其实这人情交，有一款代志是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这款代志，我想是学术界人应该要检讨，啊，互相的人知讲，什么款的代志是应该，什么款的代志是不应该做？其实，在学术界我上款，你而且，你讲起学术的进步。那是讲，这个 peer review 同行的人做一个鉴定，就无得通促进这个公平不公平的竞争。啊，不过台湾的社会，我来常常看到讲，这个 peer review 真歹做，因为我现在是境外先生，还是我的学生，啊，先生交学生，这个、感情就脱离袂起，讲这伫其他的观点看，应该就客观。所以嘛，台湾的社会转变的过程，真侪，咱讲的讲贿选还是红包文化这代志，是因为社会人唔知安怎做，其实安怎做才好，是怎样？我顶下有一摆，顶下外久是有一摆演讲是讲起这代志，一企业家人就来甲讲，李教授，你来台湾吼，无呢甲阮的红包文化提早哦。我讲安怎啊？问你提早，伊讲你知影这红包文化，
对咱社会讲起来是敢那润滑油嘞，那无这个吼，社会是袂叮当，你知无？拜托，古早红包就为顶头送去，啊，顶头收收嘞，下骹人我无去送，啊，无袂甲你坐，啊，就一顶一顶一直送。即摆社会进步，顶头人下骹管袂调啊，所以我即摆好下骹人对，没有顶头，这是台湾进步的所在，可能这是一个进步。阿伯讲下骹人我也免费，这才是个进步。我等于台湾了，我阿感觉就讲，台湾的这个生活是比美国更加紧张，因为一礼拜做五天半，礼拜六上班上半日，啊，另外做这种教育、家己心理预防的，我是业外咧做，就是讲上班是咧上班，所以定下暗时咧开会，开啊正，啊，若无着礼拜六的下晡啊是礼拜。所以真侪即演讲会拢礼拜四去做，所以当时我几耐日，每拜习惯讲看着讲，拜六晚到咯，拜六闲咧休，啊无想讲拜六，好多谢。看即个明仔载的代志，昨昏透早透拢有代志，所以平常呢几耐日就落安尼继续落做，这是真忝的代志。所以等于台湾啦，了我直直想讲老真紧啊。即，那你话，敢那已经经过五年，他们讲得比较真紧。而且，这个五年当然会影响到健康，所以我登记一年外了，感觉着健康情形是愈来愈歹，所以决定讲应该着运动。因为即卖医生对我讲，李教授，你年纪我袂小啊，应该着加运动吼，啊食较少个，你管钱吼。就去叫人食饭，佫食较少个，啊，就加休困，所以我就很好，我就要开始打球啊。伫了研究组织一个慢速垒球队 softball 的 team， 佮叫做少年囡仔开始拍。逐摆来要出去打球，阮太太就真烦恼，讲我个你吼已经老了啦，你就年老吼，讲拍输袂紧。我拼命，我讲打球吼，打输不要紧，老命我得拼。所以，逐摆打球是真认真，打真，老命就是要拼。啊，其实我伫当研究员，但是暗时我爱叫人拍网球，拍 tennis。这是中学时，捌做省中学代表，拍明星网球，所以有基础。所以台湾开始拍了，进步，有相当进步。所以未来举办这个网球比赛时，大学教授出队，阮中研究院总办公室我拢一队，啊，逐摆出去，阮拢拍冠军，中研究院办公室拍冠军。其实拍冠军，交我拍赢是有关系，唔是嘛？所以逐摆来拍赢，摕一个冠军杯转去，就甲阮太太天公你嘛，冠军赢咯。阮太太直直甲笑笑讲：“我睇你无想着讲，伫中间去谁敢拍赢你？”后影以后，我去参加这个中央杯比赛，是如输如拍。所以，这个台湾社会，我其实伫中央杯拍了袂歹，比普通的人拍了袂歹。啊，不过，阮太太我想讲，因大家咧放水，所以今下我就决心讲好，我比佫拍佫好咧，应该较努力拍将呢。其实台湾是真幸福的所在。顶礼拜有一个时代教授，伊买一间厝，伊讲伊教授，你来看阮家，袂歹，伫这个景美的所在，我去看，讲奇怪，绝对有啥物目的，爱我去看伊厝，所以我才去看伊厝。有一个
一个叫做透天的一个大楼，我计是透天是淹淹落水的大楼，不是透天的大楼，是一个独立的院子。啊，这个教授吼，就朝伊看，啊，就从山坡里看，要朝伊看的纸房。伊伫咧笑，伫咧笑，我讲奇怪，这纸房内面绝对有啥物门哦，伊爱要看的。啊，伊门开起来，啊，就坐伊个咧纸房后边，啊，伫咧笑，伫咧笑，伫咧笑。我奇怪，伊咧笑啥？啊，伊讲你无看到这件事情，我伫咧想想讲，伊坐伫这个。对啊，吼，我伫遐看，这是法国的旧式的家具，啊，一个椅啊，啊，真新鲜。我伫想讲，可能是凡尔赛宫的这个玛丽安托尼这个环境里面，迄个这个桌啊，交接有怎样？我伫遐讲吼，伊失望啊。伊讲，你就是袂认得讲，我阿哩坐这个椅啊交桌啊，是交你完全爽快。我那穿多少条衣啊？伊讲我顶日来去买时，你买卖家贵讲，李院长就是买一款的多少条衣啊？爱着你的多少条衣裳？其实，在台湾我就发现讲，真侪卖门的、卖厝的，拢讲李院长来看这间厝。吴小弟直直讲，哥，你买一间厝伫遐住，我讲我哪有钱通买厝，我连一间厝都无。啊，几礼拜就讲，有人就来讲，你讲伫遐买一间厝哦，而且高压线下骹买一间厝，我讲到底啊，无啊，啊，毋过卖厝的拢是讲是，我买厝，买门的拢讲是，我买门。所以这代志哦，上好是大家唔通相信。特别是为台湾来阿爸买门哦，那么是挂买，伊是拢有影，就是讲，其实，包括台湾的真侪代志，大家唔通相信。即我讲是真相信的代志，因为我常常讲，就讲台湾人对人的信赖应该就较强较好。啊，唔过踮遮我直直讲，大家唔通相信听人讲的代志，还是看新闻的代志。比如讲，今年三月。我伫美国四个月参加一个意识的分组座谈会时，就是讲我来美国是交中共的什么刘华秋见面，啊，另外就讲是我要去大陆创啥，啊，等于台湾了，就是讲我已经接受了做行政院长了。这代志是拢有影，无正代志是有影代志。啊，不过即嘛新新闻嘛，同你去讲，我是我。诶，美国是讲是要组织一个代表团要去大陆讲和平的代志，互李登辉真无满意，李总统真无满意，是拢无影的代志。所以我等于台湾真侪困扰的代志，一项就是，即个我顶厝的，恁太太逐摆看新闻，我讲我天天来讲这话，我讲我就无讲这话，我讲你无讲这话，新闻来看这代志。我讲这是新闻，是制作业，不是我讲的。阿姆哥，我太太话是讲，你阿爸讲的那个小心的，新闻就袂安尼甲你写，所以我即马讲话真小心。早起嘛，你问起讲是五部长是你推荐了什么？其实我讲这内底代志。政府站，我无啥插着，我就是无插着。啊，哥，这吴京做部长，这个人是袂歹，这样是真袂，做代志真个信任。有当时啊，伊看法交各位可能无相款，不过我相信伊对这個教育的改革也真大力量。我想我昨天做真大讲的就对。我等于台湾了，有一挂这個。一款梦，这个梦无参像这个，但是呐，林会长、常会长的这个梦遐大。我就是讲，我等于台湾，希望帮助台湾永续的发展，希望我都想对台湾的教育贡献一块力量。另外一点就是，我咧做专业，我做花的欢迎。我想讲，等于台湾若无继续做学术的研究，我若无法度。在我咧做研究这个领域内面，
无提升到相关的水准，我倒去台湾，感觉就无采工嘞。所以我转去了，伫这个健康研究院原子交公司加研究所，就变买卖。我怎就想讲，我倒去台湾，若是着真好生，把你培养，我倒去做一台新的机器，真大台机器。我做一台世界上好的这个研究化学反应机器，啊，我转去台湾了。确实做到一个心，台湾台化的是五期内上好的心，伊即马咧对我做，所以我交伊交真侪博士后的人，交一寡研究员开始咧做机器，差不多过两个月，迄这台大台机器就做好啊，这台机器若做好，确实我才能做全世界无多通做工去，所以若各位若拜了等于台湾，若要参观。欢迎您来中研院的原子交通治疗研究所。其实这个所最近转去做真优秀的专家，真侪，敢若林庆宏教授、曾东元，可能各位真侪人交流些。老国民真侪人遮做，做也真有成功。我希望这个中研院也是得为经过大家努力，慢慢啊，一步一步。我都通提高这個世界上关的水准。我等于台湾的这两年半来，感觉就较新鲜，就是讲，因为家己新移民团队去年十月开始决定要去全省各地巡回演讲，交这個国小、交各种的老师，我都通讲一寡教家己的一寡理念，我听意见。有了这个观念。全省各县市区，当然包括这个县辖市、台北、高雄，拢去个，拢做开24场演讲。这是我头一摆全省各县市区行透透，伊看到咱正水风景，台湾确实是一个美岛。啊，毋过同时我看到咱这几年来环境的破坏，叫台湾的脏乱的所在，我放心伤心的所在。我是袂少，我今日讲第二活动，迄时阵拄仔是交台湾省一个教育厅的一块行政人员讨论一个教育改革代志了。迄阵拄仔住伫二活动，迄内面一个二活动的伫遐咧开一个旅馆的人邀请讲，好蒋爸来开讲，所以我去因兜开讲的时。才看到这个绿化塘的少主，原住民的少主，即摆已经剩两百人伫啊。少主的一块酋长罗因来，因听讲我要来，我来交我讲一块意见。啊，伊来，伊伫咧讲一块少主的一块代志。过来人是已经很少啦，另外做点点，啊，就开始唱歌，唱这个原住民的歌。啊，你唱的是？这个原住民的酋长发现了我在对唱，伊感觉奇怪，伊看我咧叫伊唱，伊就想，你来唱，你来唱这条歌，这是少主的这个除草歌。这是因为我初中时，兄弟同学是全省奉指定讲收原住民的学生的一个学校，所以我即下初中时，一个我真好的朋友，一个我边啊，是一个。少主的人，迄人读了无相歹，啊，毋过一年初中二年读了，伊转去一个立法堂，一个即少主的大个所在，就伫肺病，伊就去无转去过身去。伊个生活真艰苦，伫遐肺病就过身去，啊，毋过就是迄个人教我唱的，即条歌啊。我即马我来讲清楚会记咧，伊即马我记咧，初中的这个班导师、苏导师，伊就做一条歌，就是追悼这个原住民的这位同学的歌，就是讲风萧萧雨飘飘，朋友你今默默的去了，这条歌，这条我即马全世界可能我也要唱的，平常时我要表演这个是必唱的歌。唱歌，我顶下唱，交伊做唱，即原住民的除草歌，就是
出口。我注意了解了，这个少主人就真热情，就是讲你得留来，踮遮见面。我好问呢，这个明仔载我就去透早就去演讲，啊，不过因真热情，就留来。啊，我伫遐交少主人做一个，才感觉到因是压力真大。因为我希望讲，因的文化就留来，因语言就留来，才两百人尔，啊，出个少年囡仔知讲，因若无这个。国语若无头好，若无出去城的，袂发展。啊，毋过就是文化要保存，交一个用今日将来的代志，是真大矛盾。我是伫想讲，文化保存的代志，毋是干那少做代志，应该是台湾全岛的代志。啊，伫遐，记一面就讲到台湾的真多真多，真多即个咱看原住民。看的真侪问题，其实台湾全省在讲台语，我也有小心真侪参详代志。另外一项，我会记较清楚，就是去庇护，去庇护演讲了，迄摆是头一摆讲无照时间转来，迄波本来演讲了就要转来啊，啊，毋过招待阮的人讲，你若下暗六点食，你要请恁一顿海鲜餐，伊讲。因遐坐即个 sea urchin， 妇女 ，sea urchin 是海胆，会料理真好食，阿爸都真爱食海胆，所以老店名，叫即个平湖的人，食唔饱，坐半暝飞机就转来，即个全省各地演讲了，我那真正的感觉就讲，台湾确实是一个美丽岛。不过，咱无好好经营，台湾确实有真优秀的人民。不过，这几年啊，不是讲无打拼，不过受了变了，咱又起来。不过，我相信大家若好好打拼，台湾是有希望。特别是走入去二十一世纪，不是讲咱台湾，台湾你家己创好，是真哩骨。高度的国际化的社会内面，我想台湾人应该就有法度通对全世界的发展、对全世界的和平、交全世界进步，我都通做出贡献。接着，今仔日真欢喜，等下大家我都通听前台的美人在讲，说我点正，结束来演讲，多谢各位。精彩演讲，我会记得我顶摆听伊演讲的时候，是差不多十年前，迄个时阵，台语国民学会大只成立，我嘛有请李院长来演讲，啊，但是迄阵伊也毋是李院长啦，迄阵啊，大对也搁伫美国这边，啊，我会记都毋是，迄阵啊都无只好讲笑话，所以等于台湾了有继续来讲，安尼可能这嘛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多谢。主持人甲我建议，讲叫我去买一朵玫瑰花送李院长。我说安尼，我才有机会甲伊握到手。啊，我是想讲，有这么好的机会甲伊握到手吼，甲哈尼聪明得到诺贝尔奖的人吼握到手，我想讲大概我对英文开始会小可较巧啊。我想在座的人，若想讲要甲我同款小可较巧起来，英文就把握机会甲伊去握手。啊，过来，因为是音乐节目，所以咱有需要几位给我搭下手，把这两个这个破名来搬来。啊，恁下边因为 Cal State
Symphony Orchestra 来演奏萧泰仁教授所作的《1947 Overture》甲伊的《Piano Concerto》。伫《1947 Overture》这首纪念228的曲内面，有需要一个女高音的独唱。经过 UCLA 音乐系系主任的推荐，大家才发现到原来伫洛杉矶这个所在。有一个遐尼高端的女高音吴美华小姐，在伊的硕士毕业演唱会，伊的指导教授有讲，假使我若着爱买票才会当入去听，我嘛甘愿。原来要拍照 ，Melinda Tang， 伊是丹恩吉宾博士的查某囝，是西北大学的音乐硕士。伊的特长是钢琴演奏甲伴奏。大先生李华小姐要唱两首萧泰仁所作的艺术歌曲。出外人甲咱第一代移民对故乡迄款少年的心情表达甲非常的深刻。第二首是音乐上，这是萧教授今年的新作品。啊，这首歌伫美国今仔日就是首演。啊，这首歌的伴奏非常的特别，啊，对头到尾整个乐器的进展甲气势，拢总由这个伴奏来主导。啊，为着要节省时间，我请大家啊，等到两首歌拢总结了，来再来鼓掌，再来拍拍手，多谢。
Thank you.
不来是三四个民谣，他一首《万里乍归》，大家拢真熟。因为过去白色恐怖的时代，咱党外街头运动常常用这首来笑念遐受关押的政治犯，毋茫因较早倒来。咱若听这条歌时，你感觉会感觉讲，这个伴奏呢无啥相像。这是因为我特别请李吉仁教授用伊所专长的现代和声，甲jazz 的作曲法来编这首曲。第二首民谣《心酸酸》，歌词是：我君离开千里远，放阮孤单守家门，未食未困，脚手软。每日思君心酸酸。第三首民谣是李全兴教授的作曲，阮若拍开心内门窗，咱的台湾民谣大部分拢是较忧伤，总是这首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拢非常的明朗，非常的特别。
歌词的内容是：啊，我愿意活在梦里，为了使这种日子持久。甜蜜的烈焰啊，我要把你拥抱怀里，如同珍贵的宝石。这个青春的陶醉，只过一日就会消失。随后来到的是泪眼汪汪的日子。心会把宝座让给爱，幸福会一去不复返。啊。我宁愿陶醉在这梦里，从忧郁的严冬逃出，且让我安睡吧，在尚未摘下这朵玫瑰前，且让我闻闻它的芳香。甜蜜的火焰啊，请留存在我心中，犹如珍贵的宝石，永远，永远。
Thank you.